那个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，又看到那个毛啊，还是飘在空中啊，应该来说毛这辈子啊，他就是吹气，把自己吹大，成了一个气球人，就一直飘在空中啊。我因为我这个脸上看，一直是这样啊，一直是这样啊，下面那个三百老汉给他敲鼓啊，跟，戴着头巾呢，人家敲鼓啊，一般无脑儿在那边敲鼓啊，噔，每敲一下给他里面气也打进去，每敲一下给他气打进去，就像那个打气筒啊，噔，就不断给他充气啊，不断给他充气啊，那个气球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跟，一直敲击啊。敲，一直在敲鼓，把气打到他的那个，气球里边，所以他成了一个，浮在空中了啊，一个气球人就浮在空中了，就浮在空中了啊，一个气球人就浮在空中了，浮在空中了啊，就浮在空中了啊，然后再敲，然后就。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就形象越来越光辉，越来越光辉了。那光辉形象，但那光辉形象，它是头一直是对到这边的啊，脚是半全身的啊。我一直做这个，一直做这个动作啊。这样，他在这边啊，看屁股对着大家啊，他看着远方，头不看老百姓的，人家在跟他去拼命跳舞啊。他要的是人家给他跳舞，但是他并不看人家啊，并不看人家啊，他要的希望人家不断给他跳舞啊，不断给他跳舞，但是呢，他就根本没看人家啊，没看人家，很鄙视啊，很鄙视那些无脑的人，很鄙视那些无脑的啊，很鄙视那些无脑的啊，很鄙视那些无脑的，很鄙视那些无脑的，很鄙视那些无脑的啊，他虽然毛啊，离不开他们，离不开他们给他吹捧，离不开他们给他吹一捧，但他从内心里也看不清那些人，看不清那些人，他就玩弄人家啊，就是在玩弄人家就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啊，好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